好，同样是很萌的代言人 Hello Kitty 正式攻占猫懒，因为猫懒年年亏损，捷运局特别请来 Hello Kitty 当代言人，推出四款彩绘车厢，整个车站从厕所询问处到闸门，处处可以看见 Kitty 的可爱身影。色彩缤纷，超级卡哇伊，这让大小朋友都为之疯狂的 Hello Kitty 当起了猫懒代言人。12月6号要以全新的风貌亮相，让你处处是惊奇。现在的猫懒站成了个 Kitty 世界，不止上厕所看得到 Kitty， 买票的时候看得到 Kitty， 当然最后还有 Kitty 陪你一起坐缆车。而且不止车厢里有，从询问处、票闸到纪念戳章，放眼所及都是他的可爱身影。再仔细点看，彩绘车厢还有四个主题呢，有四款的一个风格，包含是放大镜的，好，还有这个动物园的，好，还有这个指南宫的寡杯的，还有这个茶壶系列。主视觉上还有最夯的圆仔陪在旁边，这股可爱旋风小朋友等不及了。我喜欢 Hello Kitty。 周五、6号起 Kitty 要陪民众一整年，但为了避免人潮拥挤，记得先上网订票，才能开心又省时的体验 Kitty 缆车的魅力。